就先画出一个方框，等一下我们要在里面打格子。有了格子之后呢，在画的时候你会很有安全感，好像一切就是有所依据。那范例是比较方正的格子，那我们想我们来画一个稍微活泼一点的，不要这么方方正正，让它有一点点变化。所以 我把线条画的稍微有一点点斜。那每个格子不用很方正没有关系，等一下会教大家用什么方法把这一格一格的把它建造出来，让它很有立体感。好像我们左手边这张范例，事实上它就是很标准的直线，画成九等份，它是这样分割的。对，那我们现在要画的这个就是让它稍微有一点点变化，所以我用斜线的方式。那像这个是感觉好像有膨胀的感觉，就是它的整个构图更强烈。那怎么画的呢？所以就是中间的部分最宽，然后慢慢向外就是开始缩小，然后转个方向一样，就是这个格子的结构是这样子。那里面每一格要填入的方法是一样的。这个的画法就是先找出一个格子，然后找出它的中心点，然后往下连接跟往右边连，之后再对角线，再画一条线。所以就是每一个格子，我们就是专注在以每一个格子为单位，先找出它的中心点，然后就是向下接起来，跟向右边接起来，然后再侧面画一个对角线，就是每一格都是用同样的方法。先把它都定位好，所以我们每次只要专心在一个格子里面，去找出这三条线的相对位置，把它描绘出来。所以找中心点很重要。那像最旁边这些不完全的，可能就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想，如果它是一个完整的格子，它的中心点大概在哪里？那像有的人他会很难想象，就是这个图不完整，他很难想象它的中心点在哪里。那如果有这样困扰的人，我们就可以像我们左手边那张范例，我们就规规矩矩的打格子，不要是斜线，就不会出现说那个格子有被遮住，你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它的中心点在哪里。就是的确有同学说他没有办法想象被遮住的部分，所以他找不到中心点。好，好了之后呢，就是被分，每一个方格被分割成三等份，那其中有一个等份是方形的，这个就是我们要涂黑的部分。那如果你怕你自己涂一涂会不知道涂到哪去，可以先做个小小的记号，然后就开始涂黑。那因为要涂黑的面积还蛮多的，所以我一样可以换一支粗一点的笔。那涂黑的技巧一样就是有耐心，然后尽可能同一个方向的去填满它。好像有的同学呢，他就是会左涂右涂，这样子很容易就是涂出那个格子，那最后出来的效果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凌乱。
但是如果追求比较那个手感的同学当然可以，就是比较自由的话，那像我是属于比较条理型的，我就会很规矩的想把它填满，所以我可能会用比较粗的笔先把它的边描出来，描一个安全边，那我再开始笔画，就是有顺序有方向性的把它填满。这个是我涂黑的习惯，就是这样的方法我会最有安全感，所以同学也可以找出属于适合你自己把这个格子填满的方式。那我其实如果要填的范围这么多，其实我不建议用很细的笔去把它填满，因为这样真的还蛮花时间的。但是如果说你很享受那样的过程，当然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画这个其实就是要尽可能的放慢速度。但是我只是觉得如果范围多，然后你换一支相对粗的笔，就是让整个作品的那个整体性更好，其实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是一两个小格子，倒也就不用一直不断的换笔，因为一直换笔其实会中断自己画画的手感。那我们这个针管笔的墨水，第一它是防水，第二它还蛮速干的，那加上我们的这个纸呢是纯棉的纸张，所以它的吸水性非常非常的好，所以通常其实画上去它很快就干了，不用太担心说像有的纸跟墨可能你画上去有时候你手不小心叠在上面，就是会把你的手弄脏，把你的纸也弄脏，用这个针管笔不太会出现这样的状态，所以同学画的时候可以放心。好，那画好了之后我们要开始来上阴影，让它有立体感。那这个图上阴影的方式很简单，就每个方格找出同样位置的那一格去涂上我们的铅笔，可以先找一排就同样的一个方向的那一格，然后就是轻轻的把它涂上一层铅笔，不用涂得很匀没有关系，因为等一下推纸笔会来帮助我们把每一块的铅笔都推匀。画上这一块，一画上铅笔，立体感马上就出来了。好，那我们就一样用推纸笔把它稍微推匀，就是让那个铅笔的笔触不要那么的明显，这样我们的灰也会更漂亮。所以这个图其实也还蛮简单，但是它最后完成之后那个立体感是非常强烈的。好了之后呢，我想要让我的格子呢增加一点点的厚度，我们可以怎么来做呢？像这样子让它有一点点，每一格有一点点厚度，就是有点像现在如果是纸张堆砌的话，我要把它弄的感觉像是木板堆砌出来的。好，那我就是在每一个格子其中的两面再加一条细细的线条，它就会从纸张变成木板的感觉。我画的时候一样 放慢速度哦，我们的线就会画得又直又好。
好，这一条已经加完了，我是不是就比较就是那个厚实感出来了。所以很多图的变化都是在一些小小的细节里面去堆砌的，那这些细节就是在训练我们的耐力、耐心。结实，用更粗的线把它框在一起，这个也是细节上的一个小小的补强，不画也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画了之后感觉整体就更扎实了。可以开始来盖你自己的房子了。